走啊，骑骆驼。你看他们的驼峰，这一个个都立的。说明他们水喝饱了，他们的驼峰里都是水。舅舅打头呗，来啊来啊，上。哎呦，舅舅，走了耶！哎呦，还挺晃哎。哇！哇，你又跑起来了，不会吧？哇，等一下，他干嘛？没事的，没事哈。尾部嘛，就是颠一点的。慢一点，他能听懂人话哎。哇，好乖哦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稳一点，可以吗？好大的骆驼啊！ 骑着骆驼逛魔鬼城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。这个真的还蛮晃荡的，是不是他们会有习惯哪一个一定要走最前面这个？哦，他就是个头。哦，他是老大。他如果放在后面，他会不高兴。啊，会不高兴。这个画面非常的影视剧。是的，感觉是一个商队。丝绸之路啊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。 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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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刚才没跑，我就他把我颠出去了都要。你可以让陈欢示范一下。再送你一个小猫。他，你以为我在这魔鬼神这么多年白待的？我已经听懂人话了，让你见识一下骆驼界的魔鬼。哎，这个秋班是咋回事？你看吧，听懂了吧？他颠的真是太疯狂了。他怎么了？是？他不喜欢在最后一个。OK， 他实现了，实现了愿望，实现了他愿望，他就想站前面。哇，他突然间变很神气哎，刚刚。对的，天哪，他好骄傲啊！必须得要站一次 C 位。他终于如愿了。好，慢点。最后一个就是永远都想往前走的啊，我们到了。乖，真的太乖了。哎，跪一下，跪一下，跪一下。哦，哇，他这个全自动的，真的。好了吗？好嘞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啊。